欢迎收看国光帮忙。行李箱装这些垃圾到底要干嘛？哎呦，我的老天爷呀、啊！什么东西啊？银耳一条，湿的还湿的，好，金针。又是橡胶，这根金针就是两用了。是软的，用嘴巴用。你看你没文化没？这是谁？对，这是扑克牌。骗钱骗钱，扑克牌哦。在饭店无聊的时候可以玩。飞机上你跳一步就可以了。然后再玩十点半。棒。你的国籍是哪里？我是台湾。你这张照片是北韩人吗？哇，跳民族舞蹈的，像不像？像像像像像像像。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好，转转。我是邱文，我大家好。节目一开始 ，shake it。再跟下去就有了，你再跟个五秒就看到了。喂。好了，这个因为暑假期间大家都会出国去旅行啊，去度假。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聊一聊出国行李箱装这么多垃圾到底要干什么。好，曲哥这个家里面最近有那个出国计划。是是是，哦，这个受不了。刚刚听你在争辩啊、哦、争辩什么呢？没有，因为那个 Vicky 每次带小朋友出去旅行哦，都会带太多衣服。对，多带了，多带了，你知道吗？这次他们去美国虽然是18天啦，有点久，但是你说现在是夏天，嗯，对不对？都是短袖衣服多，对啊，长袖外套只要带个一两件嘛，最多，对不对？带个小小小小，对啊，都是短袖的 T 恤什么的都就可以了，而且小孩子的衣服，对不对？而且我跟你讲，一定要带最旧的。哦，你有的可以就丢了，丢了，洗都不要洗，对，因为你还会买一些新的回来，对，一定会的。那你知道他带几箱？他带几箱？几箱？四大箱，去去，你们要偷渡者。跳级，你说是不是太多了？太多了啦！对呀、啊，太多了。你谁推那个箱子啊？不是呀、啊，你他不去，哦，你不去，我去。你看他开心，我辛苦他们去玩，我去内地赚钱。会不会想女儿？当然会啊，嗯，真的，对不对？怎么想老几？都想，四个都想，真的。尤其是那个小 baby 最想，对不对 ？Vicky 就不可能想 ，Vicky 怎么会想呢？Vicky 当然想，你想有没有人资源回收把它收走？我们今天要这个找这几位，总共6位，哇塞，今天六位恐怖了哈！来，欢迎第一位出国者，文文，来啊 ，B， 乖乖乖，这边这边，小姐。叫什么名字？My name is 邱飞问。好，邱飞问。Passport， pas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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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多一根？那笔啊，他写那个啊。带笔干什么？是哪个？笔啊，要就是入境什么要签名。入境什么什么？聪明。照片有修过哈。就是有美肌一下。有美肌嘛哈？哎，有没有原子笔啊？有啊，这里还有笔。那是原子笔吗？是啊，是原子笔。因为听说有一种开法哈，真的吗？对，可以让用原子笔，你的箱子就开了，不知道真假。哎呦，真的开了！哎，你这样在电视上教人家好吗？对呀，这样好吗？这样好吗？哎，这样我拉链会不会坏掉？不会不会，再来回拉一次就好了。哦，是不是就开了？哇塞，好不好？厉害！海关不是干假的。哇。家里东西都是海关，从海关带回去。请问一下，你是干海关还是干老院？小时候，小时候的技术不好。来，这个就是那个充气的那个头枕，头枕，对，这种很收纳，很方便。你要用的时候就吹吹气。辣椒粉。你带它辣椒粉？不是，因为你防身吗？
不是防，哎，这也可以防身，我没想到这一招。对，我哥讲得好。带这个干嘛？没有，因为你去当地有可能吃到不好吃的东西，但你要一包辣椒你开撒在上面，什么都可以吃。你是去跳机的，你带这么多包？因为你吃了不好吃的饭，你就会很难过啊。可是泰国很辣啊，没有，就是还有别的国家，比如欧洲啊。哦，你是反正不管去哪一个国家，这个一定带就对了。一定要带啊，还有泡面，泡面一定要带。这个一定要带，因为在飞机上稍微冷一点的时候，这个很好用。然后如果去沙滩的话，它就可以垫在那个。哦，或者你很有沙滩上这个垫哦，就是沙，还蛮香的哦。来一个，泡面一定要带，泡面一定要带。那是这什么？袖套啊。袖套，你踩啥？你去是踩冰榔？因为我前阵子才去爱尼岛，然后它其实很晒，哦，我就想说，哎，哦，对呀，研究，哇塞，我跟你讲，哇塞，它很厉害 ，Big Banana， 哇塞，电动，它很厉害，哇塞，还有倒钩的，倒钩，哇塞，它非常实用，哦，实用哦，雨伞。雨伞啦，不要想那么多，你们邪恶的想法。双用，没有双用啦。拖鞋一定要带，啊，拖鞋，拖鞋。啊，刮痧棒。刮痧棒的，万一在这个很方便。国外有什么中暑啊，或者是没错发烧什么之类的。对，因为我这次去啊，然后我就跟一个以前国光助理叫密尔王新满，他就中暑，对，他就中暑。然后就是这刮痧棒救了他。哦，还有，啊，这是比基尼跟浴巾。哎呀，比基尼，我自己一定会带自己的浴巾，因为比基尼早讲嘛，先看比基尼。这种穿过，哇塞，就把它一套穿。裤子什么型？这是连身的比基尼。没有，它是那个绳子绑起来。哎呦，绑绳子啊！这是哦，哇塞，跟你去的流血哦。没有啊，你穿过？有，我穿过啊，好像还有沙子。哎，其实这一套在沙滩边就不得了，很亮啊，对，那个粉红亮哎，荧光粉红，蓝色哦，这个就。小裙裙有没有小裙裙的？是裙裙。干嘛？有裙子感的东西的，这个是这是自己的浴巾啊。对啊，浴巾。有时候可能住的饭店不是条件那么好，还有可以那个枕头。垫在上面，要不然有时候可以那个当成围裙。对，哦，你这个是玫瑰跟爱哦。对，玫瑰跟蝴蝶啦。玫瑰跟爱嘛。玫瑰跟爱。不要注意这种小地方好吗？不是。来，跟海关不要顶嘴啊。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哦，好，又是香蕉。哎呦，这根金蕉就不知道就两用了。最软的。前戏用？没有啊，这是刷牙用的啦，用嘴巴用的。这是刷牙用的。你哪里没用过没？里面啦，要打开。高胶。高胶。高胶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哦，牙刷牙膏。对啊，牙刷牙膏。哎，这个蛮可爱的。对啊，就是实用又必备那个。但为什么都要金胶型呢？就觉得香蕉拿得很方便，然后常常拿给我们看。嗨，再加这个润滑液。哎呦，不是护发的，那是护发。谁知道护发？护发的。谁知道？那你现在用吗？你用给我看。护发是护哪里发呀？护这里的发。哎，你这样我怎么闻？你闻，香的。哎呦，你闻。哎呀，什么？这个样子，它是氨基酸的那个护发香。哎呦，我看。氨基酸的味道。哎，你干嘛这样？掉了。你看，我们三个绝对不会骗人。来，氨基酸的味道啦。恐怖恐怖。对啊。对不对？那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收纳各国钱币的方式。Who care？ 哦，就是要 care 一下，因为你们常常出国，你看我都会用这种透明的夹链袋。嗯。一国一国的。哦啊，写上来一本。日本，然后日本的那个什么西瓜卡就丢里面，香港。西瓜卡是什么？那好像叫香港才叫西瓜卡，我也忘了，反正就是一个卡就对了。不是你韩国也太少了吧？对啊，花光光。韩国是花光光。菲律宾，菲律宾，菲律宾，菲律宾的。
泰国，哎呦，这是什么？欧洲，哎、哦、呦，有点欧元，其实是应该要这样分开的。对啊，这样子又清楚又方便。对，要不然家里晒黑了，铜板哦，对，哪一国的都不知道。那个，这个再拉起来，你看，谢个，没有人知道是。哎请坐。好，谢谢。下一个，来，哔，怪，你不是你不工作，你出去玩？我们都在工作，出去玩。你啊，是偷肚子？你偷肚子？这个是我上一本啊，因为我现在正在办新的，就是上一本你几岁啊？这样出得了国？这个我有新的，我有新的。你这种哦，在某些国家一看到就进去，有人答应，真的，很可怕。有，这是小 ，Killing me。还是有像，哪里像啊？都没有变啊。这本已经是哦，过期了，作废了。小时候的，对，那张照片什么时候的？好像是还没有上小学吧？对，小学对不对？对，差不多小学。这个截止日期是2005年的哦。那申请的时候大概是1995年，10年的。10年前都是去大概那个雅加达那里。印度尼西亚，嗯，因为妈妈是那里人，就是难怪是华侨，你是华侨，妈妈是华侨，妈妈回娘家，回娘家，行李好小一块哈。最近出国都是在工作，对不对？去了几个国家？我去了越南、日本，等一下，马来西亚。你是鸡同的？不是，我要跟你们说，办事的。就是他们，就是那个是杨森达跟张立东有推荐给我这个。杨森达，他们张立东推荐的，你信？对啊，没有，因为有一次。等一下，你出国带这个干什么？傻妞凯莉究竟带了什么荒谬的物品出国呢？主持人标准不一，超偏心，来宾出场态度差很大。哇塞！哎呀，没关系，没关系，你大哦，再怎么重都没关系。哇塞！哦。哇塞，大香包小箱，你是现在跟我玩俄罗斯娃娃的？下一位 ，Lucky， 好 ，Lucky， 好，你请，好，拜拜。都不好，直接上飞机也可以了，拜拜。出道了，对。我今天带这一本哦，我新的，那是几班的？国光帮忙。这个很厉害，就是他们，就是那个是杨森达跟张立东有推荐给我这个。杨森达，他们张立东推荐的，你信？对啊，没有，因为有一次。等一下，你出国带这个干什么？这什么东西？我跟你们讲，这个你是开坎的。不是，有一次我去越南的时候，就是莫名其妙搞到行李不见，然后其实那时候很奇怪，就是行李明明在同一个地方，但还是不见。然后心里就毛毛的，我后来跟他们说就是出国要带这个，就是可以保平安。这张立东卖我的，给我卖你，他还要给你收钱。他卖多少钱？他说原价好像是，他有说是大概3000多，我买1500。张立东，你没有把他钱还给他，加倍还给他，我就砸这个砸你的头。不是张立东自己有没有带？不是，你看这多重啊！哇塞！你是坐商务舱以上啊？哇，好沉哦！就是放行李箱就不会很重。哎，我们下礼拜把张立东叫过来，好不好？然后那一集的主题是殴打，对。不是，我跟你讲，我觉得他真的是去开坛。你看拿这个有没有？再拿箱有没有？我们有时候比较怕，带就敢，不是对，带那干嘛？这也是就是像去出国，然后马来西亚或者很多热带水果，可以切水果啊。你不能请别人帮你。不是你回饭店的时候，也不好意思麻烦饭店人员，就可以在那边切水果。Why？ 不是 Why？ 好，没关系，你带砧板，但是现在有那种比较塑钢的那种薄的，小的，你带那个不好吗？但我没有想要买，还没有要买新的。哦，因为他节俭。那请问，不是我家里带的？不是。你带箱子干什么？
这个就是他们一起跟我说的。所以你个人现在会帮人家收金的？不会，他们说这个要就是放三根在饭店。我跟你讲，千万不要。我告诉你们哦，就是很多人啊，就是认为说，就是一进了那个饭店里面会做了，其实会做一些很多余的动作，其实是不行的。尤其是有些人，你说撒一点点盐，其实也不用，你应该先敲门跟他讲说，我要来借住几宿。好。如果你讲究点，你可以撒一点点粗盐或者海盐，在门口，但是千万不要撒米，为什么？或者是点香，或者是拿出一些什么那种，因为反而会招来，不是那个会让他肚烂，对，就等于我一到你家，我就先给你一巴掌，出去，你什么心情？而且像撒米这种东西是其实是要道行才能做的，所以千万不要这样做，就是很诚意跟他说对不起，我来借宿几宿，如果。还搞不定，就换房间。你因为你拿出香来，你一点这个东西，你不知道招来什么东西。哦，对，好不好？记得啊。这个没有要点。还有上飞机是可以吃东西的。你带这个干什么？太热了。这最近太热，而且都去比较热带国家，就要带这个，不然会中暑。这个在沙滩还不错，不然会中暑。夹在那个躺椅上面是。行动电源，行动电源，行动电源，行动电源不能托运哦，不能托运，炸掉一个，不能托运，上次在那个行李箱炸掉，这没有骗你，不能托运哦，好，不是，哎呦，我的老天爷呀，人生晚长，所以有在帮人家检查，不是这个很实用，就是你有时候到外面会认马桶。或是太紧张的时候，这样，这以防万一啊，以防万一，这个还是少用吧。对，这个用久了，我跟你讲，用久了会那个松散。对，憋不响的时候都哗。对。很受控。嗯，这里面有。真的？他在里面。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这什么东西啊？内裤。鱼饵一条，没洗过，看起来就没洗的。不是我昨天刚洗啊，刚洗怕什么？湿的还湿的，湿的，刚脱下来的吧？不是没有晒干，它没有晒干，我很害羞了。啊，这个不能怪他了。那个胸贴。啊，这一定要，一定要，你一定要，你这个，我的老天爷，习惯性走光，而且你要大版的吧？你没有带换洗的衣服。他不换洗，他就这样，他就靠那条内裤啊。哦，对对对，穿不干的嘛。就大家收工了嘛，他就到海里，我洗个澡。没有关系。可他的重点就是下礼拜把张立东找来。对对对，他骗你的钱，3000多块哦。可是我觉得你真的砧板那不用带，好不好？好重哦。以后出国问问我，以后出国问我们，不要问那些王八蛋。但其实我也很少出国。好，好不好？来，请坐，豆豆。谢谢。来，下一位。全部，我们是啊，哪有这么快就检查那么多的？来来来，先男生来的，哇塞，哇，哇塞，有点重啊，有点重，我东西有点多。他这本就厉害了，你看到没有？越南的，美国的，哦，这哪里啊？这是智利，智利，智利，厉害厉害，走私，马来西亚，哦哦哦哦，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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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你去很多地方哎，不少，你都是工作嘛哈。对啊，哇，你看满满的，我当年也是这样，帅气，还带金庸啊，总要装一下文青嘛，出去还是会看的。拜托，你这个吃的东西太多了吧？不，因为出去玩你就会很想念台湾的食物啊，所以我通常会带一大堆零食出去。这个应该是韩国的吧？对，不要这样嘛。台湾买得到吗？哎哎哎，太快了。那你这样我，怎么还要八千打啦？为什么要带红酒啊？因为出去我红白酒，我都会跟那个摄影师一起住啊。我晚上就睡前都会开来聊聊。没有，他在飞机上就拿着嘛。小姐，红酒还是白酒？是我上去就对了，对空姐。我喜欢看金庸的小说。我喜欢看武侠小说。不一定是金庸的啦。对啊，但常常带出去也只看了2部。嗯，这是我，老师，我送你好了，康哥。这是我这个掉了很多年的下半身。根本是你的。好，这是什么？
这是除脚臭的。哦，那我们同一堆男生同房，那个很恶，而且我们以前外景都在往山上跑，所以对，一定要帮他们喷一下。啊，这是我的绘本，我喜欢画画，所以我出去玩，我到每个点都会画画。哎，不是，对不起，这位先生，回忆，你长得啊，男子汉，你画的都是很可爱的 Q 版的东西哦，这好像女生画的哦，对呀，可爱哦，就。什么东西？什么？外面刚刚说什么？好，你什么？你心里住了一个小妹妹，是不是？我觉得这样画出来，好了，是，这个是，是。哇，他心情你看，烦。哇塞，画出来就好了，心情就好了。但这有用吗？这很有用。因为你到饭店的时候，有时候那个插头不会在你头旁边，那你充电，我们现在人没都离不开手机嘛。对，要接到旁边来，你那个是去什么国家这样的落后啊？大部分都这样啊，东南亚，有时候插头还要找很远。我也会带一个，这是什么线？哦，这个是对，这是一支酒，它是那个智利带回来的摩艾上的酒。这个酒很屌，这是酒，复活岛的那个。可是我那时候带他，我带他来是因为要说，我有时候去那边我会买一些战利品嘛。因为像我行李箱刚刚右边是全部空的，是 OK OK。我那次就是把那边右边塞满了他。哎，对你这次出国跟 Vicky 讲，他也要这样子，对不对？一边是空的，回来塞满，是不会浪费。行李箱空着，所以那个时候去智利看到他在那个超市满满的，我想好开心哦，因为复活岛就是属。哎，同乐会啊！继续讲，复活岛怎么样？复活岛是属于智利的，所以有很多这种就是摩艾像。然后我那时候看到架上有满满的这个酒之后，我就把它全部撒。哇塞，共党快点！太开心了吗，大家？鹏哥，对，口水真的很瞎哎！好哥，是什么？那刀我都还没吃哎，就没有吃，我没吃过。我老婆，客人干什么？你好意思？好新潮，那我们是不是该开酒？我之前在网络上看到这种，我就很想吃。酒倒不用了，酒不用吗？对啊，那就可以丢里面的，丢里面就好了。我带回去清。对待人，我来干嘛的？就是那个灌洗包啦，不多，但是还是要带一下。你现在最想去的国家是哪？格陵兰。格陵兰。格陵兰。去那么冷的地方干嘛？我想看极光。啊。而且我家养哈士奇，我想去那边。极光。极光加拿大也可以看到啊。我想去就想去那个直接进到北极圈最厉害的地方，我想看到最干净的那种。其实男生出国还是跟女生不一样，带的非常简单。对啊 ，T 恤就几件而已。对，但我一定会带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为什么花那么大的空间带吃的？就因为出去有时候晚上，你知道，我们以前外景吃的东西很烂，真的都吃酒，你真的会想念一些。因为录节目常常去一些比较落后国家、比较偏僻的地方。哎，有时候你没有车啊，你晚上真的没有东西吃。对啊，或者后来经验法则就是，但是我们没有东西吃啊，我们就把它打开了。是合理的意思。然后我一定会带我的幸运内裤。哎，那个重要，男生。搞完没？先不要啊！这个真的哦，这个应该很重要，完全没有在意这个裤子的意思。没有不在意，这个怎么？这个很重要，这是按摩，是肩颈，肩颈、屁股、腿全部都可以，但它就够，只是它有点重，常常超重而已。我们都这样用。容身材太经典，邱慧文输太多无法反驳。大家好，要先收身吧，要收身。为什么不需要？哔，太大块了。你看看，哇，这个赛才得了，你根本就巨人。不一样的。哎呦，他这样，这游泳池别人都这个掉了。我们来试穿一下，这样子。这赛国外好买。对。像文文去那边就。哎，干嘛这样？哇，带他帮忙，肩屁股腿全部都可以，但他就够，只是他有点重，常常超重而已。我们都这样用。是我是。好，谢谢，来，谢谢，来下一位。怎么样？就我的行李，这个要先收身吧，就收身。为什么？不需要。哔，太大罐。太大。哪有？我装飞
蛋。好，先看护照。好。哇，护照哇，不得了 ，L V 的哈。啊？是 L V 国。那个，那个，那个，这个吗？对对对，这个，这个。还有你这个是修容修的啊。在画板。嗯，这个是干什么？这是一门艺术。哎，嗯，如果心里没有艺术的人，没有美感的人是看不懂这幅画的。哎，你知道它是孔雀，对不对？孔雀。哦，那它是？它就是因为我到外地啊，然后都有想念家的感觉。然后我家住内湖，然后这是很像我们家后面的 view。哦 ，view， 你家后面 view。哦，那你家那边细菌很多。是细菌吗？细菌的，对啊，是细菌啊。变虫，不是，这是花花草草那个植物的概念。OK， 嗯，好。所以我就是到外地啊，然后住哪一个房间，我就把它摆在那边，就有家的感觉。你这个是用来干什么？按摩的吗？这个叫做腿缝神兵。你闻这个话有台湾大车队的味道。对，好像台湾大车队的味道。还有健奶器，这不是，这是夹在腿中间的，这不是挂上面的，然后自己夹在腿中间，夹在腿中间，然后那个，对对对对对，练健奶器，练那个，练那个。所以我平常在坐车有空档的时候，我就这样子夹夹夹，就是腿可以比较紧实。对对对，你看这 size， 你看看，哇塞，哇，这个 size 还得了，这么多巨人，怎么那么凸哈？哇塞，哇塞。有你要吗？哇，赛斯差太多，差太多。你用过吗？还是穿过的啊？穿过的。嗯，这是泳装啊？不是，这个是内衣。内衣。然后这是泳装。这样，这个游泳池边都这个才是泳装。这才是泳装。这才是泳装。对。那裤子什么款？裤就跟这个是同样的。哎呦。这是那个 Victoria Secret， 就是那个牌子。啊有啊有，哇，下重本哎啊！没有嘛，在国外买那个才300块台币。美金？台币？假的？真的吗？奥莱买的。奥莱。奥莱哦，很便宜，非常便宜，比台湾便宜。出国去奥莱买东西，可以便宜很多。10块美金。对啊，而且那款是很时尚。是是是是是是，而且试穿一下，现在给我们看。我觉得时尚。先不要。就到国外好买。嗯。对。像文文去那边就。哎，干嘛这样子？一直问有没有那个金六裤？不会了，国中是吧 ？Victoria Secret Junior， 我也是有那个 size， 好不好？哇，你个老派哦，平底鞋。这个就是如果脚很酸，对，就穿平底的。但你可以有点新潮一点的嘛。不要这样，那个厂商赞助。新潮，新潮。然后如果有去一些地方都穿高的，高跟鞋，高跟。哦呦，对。有，因为我发现，比如说，夜生活很精彩啊。Vegas 有一些 club 就是穿平底鞋。哎，对，你最近想去哪一个国家？我想去意大利那种风景的。你有两大利啊？你才意大利，我两大利。其实为国争光。你刚刚说什么 ？Vegas 怎样？就是穿高的鞋比较不会太辛苦。有些地方一定要穿正式一点，像那个对，哦，咖啡，咖啡，我是咖啡控。对，我一定要每天喝咖啡。哇塞，哇塞，你还在用那个干来的？不是，里面不知道是什么，里面不是手机，不知道是什么，真的是哎呦。对，因为我曾经有朋友在国外手机不见的经验，所以我很怕我自己随身的手机不见了，所以我就有分散风险。对，卡没有啊？在当地再赶快办那个那种，对，就是临时的那种，至少可以用。对，充值卡，随身小包包，小包包，这个是对的。出国旅行，大的行李箱放饭店，小的随身带，适合我，这个是蛮好的。有没有？适合超市，今天可以带回去。可以可以可以。哦，这个不错，真皮的哦。这是干什么？电棒，这个是对，就是加充的。对，我出国都会做造型才出门，娃娃在家里鸭嘴兽。嗯，这个是按摩的，按摩霜，干什么？怎么了？很可爱。我就想到了嘛。怎么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很够了。很可爱吧？全身这个是全身的按摩霜，拿来闻一下就知道。
为什么？他就是按腿啊，皮肤全身都可以。对嘛，这个正常吗？这个正常吗？正常，正常，正常。刚刚有一个，我操！哎呦，哦，我你看这个小背心多大？你的重点放出来了。这是松果，这是紧实的，紧实，紧实，紧实。我要穿件这小背心，雨伞背心，雨伞。你看人家雨伞，你是香蕉。造型可爱，这个算正常的啊，正常，正常，正常。这里面只有凯莉有病啊！我在骗。凯莉遇人不熟，遇到张立东。对啊，那凯莉在美国开坛呢，真的，而且还带湿内裤做法用的。啊，真的假的？下一位。Likey，Likey， 好 ，Likey， 好，你好，拜拜。你的飞机要飞了，快走！是吗？直接走了。是是是，护照拿出来。嗨嗨，护照吗？哎，我今天带，我今天带这一本哦，我新的。你看自己搬了，搞什么东西啊？新的，我突然。我刚也太幸运了吧，我。才刚换而已啦。对，自己搬吗？男生都自己搬。不然呢？他好孤独哦，感觉很重。出国记录零。没有啦，这是新的。好，那现在最想去哪一国？现在吗？想去那个东马的沙巴啊，沙巴对，马来西亚沙巴海边啊，海边那么多，为什么就是唯独挑了一个特别啊，这个特别普通的海边？不会，我去沙巴都是为了去打球，高尔夫球场。没有，因为我海边，我们去沙巴都是去跟那个什么，因为我今年红包星星，因为我今年三月有去过，然后我看到那种水上人家那种海边，对，然后我很想去住那种水上人家的房子。是哦，不要乱摸人家头，小孩子头不能摸。对，哇，我给你，我这非常齐全啊，这个真的可以出国了。反正我们一个一个一个问，一个一个讲，这是什么？哎，这个啊，这什么？非常好用，好可爱，这个叫做靠背。靠背吧，不是骂人的，不是，这个就是你坐飞机的时候，如果说你坐飞机啊，你坐久有时候会酸的话，你就把它弄在这个地方啊。对，飞机上不是有枕头吗？对啊，这个比较符合人体工学。因为你是在外地有在那个接风尘，对，是有打工的，就是偶尔如果有打猎的话，对，不是，他就一定晚上啊带美女去沙滩，你知道吗？对啊，其实沙灰路，其实我还蛮爱夜游的啦。那也是要讲求安全啊，对，不是你这个太大只吧？对啊，如果说嫌这个大只的话，还有头灯啊，对对对，这个头灯。你是在外面有在采矿的？头灯，是啊，是啊，尤其是晚上去海边有没有？然后头灯，然后可以探照这样。啊，如果走到那种秘密基地，就把灯关掉。哇塞，你这个鲁人都熟哇，是啊，这个不是你这个性爱游戏，不要玩那么重。他就这样嘛，半夜去海边把这个带起来，然后挖个洞把它绑起来埋起来。哎呀，不是的，你看都有香水味有没有？变态变态，对不对？没有啦，是绳子很好用。还是你要求对方绑你？没有啦，不是啊，就是买东西的时候。凡士林，对，凡士林。哇塞，不是如意啊，如意，身体如意。哇塞，一样，哇塞，身体如意。我这身体如意真的很好用啊，对对，怕干燥的话，都是药品。我觉得出国最重要的一定要带台湾的药，因为台湾的药实在是太厉害了。神通散是？神通散就是类似胃散啦，就是神通哦。如果说肠胃不好、肠胃不舒服的话，因为从台湾带的这个药真的非常厉害。对，哎，这个马油啊，马油对，皮肤干燥的时候可以用。哦，这个很好，对，这超好用。这个北海道。超马油，日高的，这一定要买。对，去北海道玩的人建议大家买一两罐。对，没有啦。但是里面是马油吗？里面是马油啊。不会，里面是马油。是马油。哇塞，你还是说你不是玩性爱游戏？不要你这个，这个是假，当场逮捕，最重钱的口味。难道 Terry 也有50道阴影？但这种东西不让人想歪都难。黄不言身份遭质疑，妥中当正义直言，很敢说。你的国籍是哪里？我是台湾人。你这张照片是北韩人吗？哇，像民族舞蹈的，像不像？像像像像像像。阿尼亚西欧，阿尼亚西欧。好，这重。你只有两个字，打碎。打碎，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了，帮忙。
嗯，这里面是马油吗？里面是马油啊。是马油。哇塞，对对，没有夹胡子的，夹胡子？你胡子都用夹的？夹鼻毛？对，因为我胡子长很少，所以我都要用夹的。然后还有那个，就是我喜欢去海边穿海滩裤嘛，就是要清理一下这个阴毛，夹得很快。海滩裤看不到吧？出国不忘健身。哦，对对对对对，这个要，这个要。这个卧推器，然后跟这个弹力绳啊，弹力绳，弹力绳，弹力绳，对对对，你要不要示范一下弹力绳吗？他这弹力绳，他根本就是拿是拿来勒的，你知道吗？再加上这个，对，那你示范一下弹力绳，你怎么玩？弹力绳吗？哦，没有弹力绳，其实你在机场等飞机的啊，就是无聊的时候就可以用。哦，背力，然后还可以往上推。哎呦，其实真的很吃力啊！就面对海关这样做就对了。为什么要这样？面对海关，你知道吗？弹力绳，可以。而且这种弹力绳，其实在那个机场还可以交朋友啊。就是你在那个候机室，你用这个，不跟我聊，我就勒死你。就人家问你是在干嘛，就说哎啊，运动一下就可以交朋友啊，泳裤，哎对，泳裤啊，你这是三角的哦，对，我穿三角，好冷，难怪他红三角，难怪要红三角，这个是救生员的啦，哇，这个是救生员的，对，什么年代了还是要红三角啊？没有，长得不够大的才喜欢三角，哎，是吗？不是，啊，你不够大，他这个塞前面的，然后不够大，然后塞个两双袜子。不是每个男生都是有条件穿三角的，那是那大家，这个是泳裤，对对对，你看都搞三角，对，三角，搞三角都是骗小马子的，没有，这年头我们看到三角，我们都要跟他访问，为什么？先生穿三角的感觉怎么样？哇塞，你还是说你不是玩性爱？天哪，为什么要带那么奇怪？没有，你这个是讲当场逮捕，解释一下，解释一下，吃最重咸的口味，不是，其实大力胶它真的很好用。对，所以我跟你讲，贴嘴巴叫出来。哦，还是你要拔毛的时候是这样。一劳永逸，好不好？不是啊，这个我跟你讲，有时候纸箱破掉，或者说好几站啊，行李箱摔到的时候都可以贴。纸箱破掉，那理由我跟你讲，搬运尸体有吗？我跟你讲，出国再藏尸，走漏出来有吗？出国再怎么样，也是代表台湾艺人，玩可以，不要被抓到。没有啦，什么叮咛啊？对啊，应该没什么了。这个是什么东西了？对，这倒是扑克牌，骗钱骗钱。扑克牌啊，扑克牌就是有时候在饭店无聊的时候可以玩。你好色欲啊！真的吧？在飞机上你。你不觉得大伤哦？这真的扑克牌，这真的扑克牌啊！好中意哦，你就蛮符合我的身材。然后我们来玩十点半。我这个没有了，我这个是这个 Joker， 这个刺激就是要玩心脏病啊！要不要？要。对，要。要不要？要。派牌好慢哦。要。爆。玩性完全被你弄不见，而且这个人体心脏病超好玩的啊！对，跳上去用扑的，玩具就对了。对对对对 ，OK。好，下一位。哇塞！精神都来超超。这么慢 ，double 这不准出国。干什么东西过来？内力的干什么东西的内力？哇塞！哇塞！哇塞！哎呀！没关系，没关系，你再怎么重都没关系，没关系。真的差蛮多的，你走啊！被骂，突然被骂，好可怜。哇塞！哦，哇塞！大箱包小箱，你现在跟我玩俄罗斯娃娃的？没有，因为出国玩应该。体重计来，现场马上所有女生过来量体重。最残酷的时候来了，我吗？直接上来吗？天哪！应该还好吧？我目测你差不多47。哎，有。我目测他在穿这样，来脱光我们再量一次。大概是50，结果他75，就有可能走私，这是我们海关的责任。小雨来，
然后有没有走势？为什么要带体重机？因为你要去玩享受，可是你还是要顾你的身材，所以你要带体重。这个是假的，刷屏的。对不起，对不起，那个海关。没关系，你没关系。所以出国购物是要这样子带，是吧？哦，来，哎，这是什么？我来扶。纪念品 ，Jordan。就是，你看里面啊。你为什么要带蟑螂啊？因为就是增加大家的娱乐啊，帮大家累的时候要就啊，大家就是因为大家累了嘛。OK， 老师有问题。哦，不是你的国籍是哪里？我是台湾人。你这张照片是北韩人吧？哇，有点。我之前去东南亚国家，大家都对我很亲切。像吗？北朝鲜。跳民族舞蹈的像不像？像像像像像像像。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好，就中中中。坡度。好，来这个。披肩啊，披肩。没有，它是那个罩衫，因为你这样搭一个比基尼的话，就会变新的一套衣服。哎，对。哎，薛哥，你好好看哦。是不是？送给你，耶。老 gay 哦。帅。请问一下，你最想去哪个国家玩？我最想要去马来西亚。在哪里？马来西亚沙巴。一起去吗？哇塞，你们相约的？你们两个在后面干什么东西？没有，不是，不是，不行。所以我们那集那个交代是你要求的，对不对？那为什么也喜欢沙巴呢？因为沙巴都是海啊，然后有沙滩，热，阳光很好，所以你就可以穿比基尼到处玩。是是是。哦，他们如果去过帛琉，他们就吐血了。其实帛琉的那个海也很漂亮。其实也可以去爱尼岛，我觉得爱尼岛也很棒。领导后亚郎哦。啊，你岛会很贵啊。菲律宾。对啊，菲律宾不会很贵。我们还是去那个帛琉好了，因为帛琉无人岛，你知道吗？嗯，我在上面裸体，我在上面裸体。这件比基尼为什么单独放？因为我比较喜欢它。比较喜欢。还是这个凤梨酥是怎么样？凤梨酥吗？就是带到国外去，然后你只要跟他说是台湾的名产，对，算你比较便宜。交朋友。对，交送他一块，然后就会给你杀价或者是什么。外国人很喜欢呢。对，他超爱的，所以我都会带。对，像去内地拍戏一定要带好几盒，然后送给就是工作人员，他们很喜欢吃。哇塞，哇塞，你看这一条，我的天哪！哇，超好看的。这么好看，我跟你讲，你就现场去换去。现场去。这盒，这都是一些那个什么。马吉亚。对，因为我觉得各个衣服都要带。然后这是我上次去韩国买了50-60双，太多，想说送给观众朋友有这个机会，又把它送出去，因为很便宜啊，我觉得很可爱，我就买了一大堆袜子。你是买外批发是不是？我觉得很可爱。哇，你在盯着我！送你，好啊，可乐，有可乐，有可乐汉堡啊！不是在摆摊就对了。没有，我觉得很可爱，然后拿去就是每一个新的衣服都可以换。这位小姐，你只有两个字：打碎。打碎？为什么？因为你跑单帮。好可爱！我没有啦。很像，没什么行李。对啊，还带两大咖。对啊，对不对？我行李就是比基尼啊，每天换一套就是新的一套衣服。哎，等一下啊，这是什么？哎，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怎么下？黄慕言究竟带了什么东西，让现场害羞超尴尬。帮忙。你就是比基尼啊，每天换一套就是新的一套衣服。哎，等一下啊，这是什么？为什么有遥控器啊？我今天整理丢太快。遥控电动是什么棒吗？什么哎，各位观众应该快要疯掉了哈！好，最想去沙巴。对，其实我跟你讲，漂亮的海边很多很多。嗯，其实出国就是每一次都要去一个新的地方，让自己有个新的体验，好不好？好，那你就下一次就先去澎湖哈。先去澎湖。澎湖的海边才美，傻傻的。对，西贝岛。
澎湖的海边是我跟你讲世界排名有名的哦。蓝眼泪。那个谢克谢克，你最近想去哪个国家？我很久没有出国了，我想要去美国。你回来，你回来，你回来。那拉姆诺鸟。你想去美国？我想去美国。那 OK， 那请问一下哈，在美国的谢克谢克同学，预备。有人要挑战谢克谢克吗？凯瑞，你站起来我就揍你。我看你有点想动啊。没有，我连看都不太敢看。我出国说真的啦，跟各位讲，出国就带一些必要东西，因为多少在那边还是会买。会买。但是有一些贴身的小药物一定要带。一定要带。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护照不要掉了，因为现在台湾护照在国际黑市是非常昂贵的。对对对，真的哦。非常昂贵哦，大家千万小心。他们特别喜欢偷台湾护照，因为台湾护照有太多国家免签证，对黑市来讲非常的贵，而且还有那个最近听到个消息，健保卡一定要带。对，如果在对不对？出国如果有一些伤害啊、受伤什么，看诊啊，回来可以申请理赔的，对，好不好？出国最重要就是安全第一，不要有太大的那个好奇心，对，好不好 ？OK， 好，祝各位旅途愉快，好不好？好，谢谢各位参观，谢谢。